让我。那你们两个拍嘞。休息一下。真的很正哟。来吧。真的很正。积分啊。三两分一场。一场一场。哎。哎对。哎。三步啊。我们输了。三步跟三步在这边，对对面左边是败。所以他们冠军赛。对啊，最后一场啊。这强度很高，对吗？是，地下是强度很高的，每个人都不好打的。我是来取经的，球台我不会传球。不用取经，我们这是真的不好打。每个人对他们这些牛鬼蛇神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难怪会进步。对啊，你们一个礼拜打三天以上。不会啊，我们今天大概。场上的比数是3-1，这么快？我觉得我们先不论胜负啊，我觉得这一场球如果将来结果解读出来的话，我觉得有几个观战的重点，一个就是吴明轩的传球，再来就是杰克的进攻。小年跟李老师的防守，我觉得是这一场球值得大家再三咀嚼的地方啊。因为以进攻来说，因为他炫的进攻其实太独树一格了，他的进攻太独树一格了，其实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那样的方式去做进攻，但他的传球其实是有非常多，非常多。人家打我了，压力大。哎，对啊，他早一点多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讲真的，早一点多一点。如果讲真的，足球赛，高雄公开赛，人家打我。打球越来越成了注意力了，为什么？这是他目前的一个摸索期。我基本的都可以做到很多事情，可是如果我先成为他的时候，他可以说杰克的节奏哈，绝对是大家要去注意的地方。他的节奏太不一样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哦，他们。杰克在进攻上面的节奏，那他们这一次杰克跟小年最采取的方式，让你的前锋打得很爽，前锋后卫其实是，所以我最近这两年打，他选择了一个不
是太明智的抉择。倒搭档，这个对，难得见到两秒有之内出手，开心，没有进来，要配合就好啊。他也可以跟你配合。哎呀，如果你跟配合很好，他也可以舒服。可是你要先给他配合，这个连打带消，那他很舒服。我都无所谓啊，这两个都没在固定在搭嘛。不是说固定搭档，是说如果真的就是我们有一点就是经验的比赛，如果你们真的要搭档，是吧？很明显，那这个也可以撑过两秒。是吧？这个赛从头到尾，从头到尾。好的，哇，李老师在这个时候喊了一个非常好的暂停。别发什么？嗯。伯父啊，伯父，伯父。哎，启禀大将军，伯父，伯父。哇，这两球非常好看。我们观察杰克的节奏，观察利亚这个反手，主要是节奏的问题。这个是假两秒，其实还是在两秒里面，他前面做的是假，其实还是假两秒。如果是一个针对比
赛或者是练习上，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两个层面。练习赛跟比赛，像我们这样，其实我们这样算是练习。练习的，但是强度还是蛮强。强度很强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太厉害了。很厉害，是各有各的绝技啊。没有错。各有各的特色啊。所以每一场，你说谁赢很难讲。这场很关键，进的就是比赛。看到这样枪，我就知道他好了。因为他的风格，有一个预备动作，但拖你不好抓。因为我个人认为阿轩是花比较浅，他花比较浅。我想说，对、欸。但碰到瓶颈，如果突破了，就要进步很多了。我觉得必须的。我跟你讲，他的五人感跟他的三感，他基本上也是。我觉得应该是摸索期。没有。一个所谓的撞墙期，但是你只要撞过了，没了。不了解。不好处理喽。我跟他撞过很多了，相信我，大将军。来。真的。啊、来了。因为我又回到球场上。那个双手防守还是很大的价值，我觉得在，我觉得他双人防守非常有效率，关键。好，加，马上有今天的就抛了。哎，真抛，真刺激。好，来一个假动作了，很逼真的，现在。人也是他，鬼也是他，你看有没有？现在打小金了呢，好球，像猴一样。嗯，你不要看他都这样子，最近进步太多了。哎呦！我感觉到了李老师的欧音。欧印了，真的是欧印他，真的是欧印了。场面上每一个选手，我觉得已经都投入到不一样。林木是进入了，我非常感觉到李老师对这一局的重视。那必须的，毕竟大家都是第一场。哎呦，好不容易，好来啊！这支怎么处理的？专业的土鳖吗？哦，他是一个专业的大土鳖。哦，你看，比连续两球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杰克也接的非常好，但是后面，来了，又回到大土鳖的状态。他专业吗？我觉得他最近。蛮离谱的，最近跟赛季就是蛮离谱。让比赛3-2，阿炫马上来一个，人是到位了，我觉得也投题的成分了。你好好说。因为阿炫对他自己的进攻会没有信心，所以他会想要投机一球。就是因为我跟他多年的搭档，所以我会观察。难怪他都要练一些投机的绝招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样子，这不是投机的绝招，这是一个重点，是因为他也懂得取分，不需要那么费力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好事哦。我个人觉得是好事。可是我不认为对他的自信心会造成什么大的损伤啊。他以前是不太会做这种事，
这个镜头啊。这个招牌菜来了，他家进攻非常厉害，这分拿下就是三分。各退一步了，中排中发。那一个是确实是我觉得他有切到，切到，中排中发。回不了家了吗？我们刚刚打一场就好，哦，好，OK，OK。